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，本视频由深漫一班制作播出。表哥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恭喜你。谢谢你，娇娇。你是不是得罪了那个人啊？啊？哪个人啊？怎么感觉背后有杀气？王爷，风清定亲，你就算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呀。哼。这些人真的是太能喝了。终于打发走了，再不走我家就要被喝破产了。谁呀、啊、你觉得会是谁？你的美娇娘吗？听你的声音很像那个长得好看的王爷，但是那个王爷应该喝醉了早回去了吧。哎，真的是王爷。王爷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快让开，今日订婚可累了，我要赶紧歇歇。本王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跟亲哥定亲？小爷喜欢美人，亲哥是天底下最美的人，和他成亲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难道我长得不好看？我只喜欢女人。王爷你再好看也没用啊。我是女人你就喜欢了？你是女人我就更不喜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我睡觉去了。本王也要睡觉。什么？我说本王要跟你睡觉。王爷你要睡觉回你的王府睡去。本王的侍卫都走了，如何回去？难道你嫌弃本王，不想跟本王同床共枕？我是害怕对王爷做出什么犯罪的事儿来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干了什么？风清，你个禽兽，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？抢我的台词！你要对我负责。王爷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我不过就是摸了几下你的胸，有什么好负责的？而且我记得昨晚好像是你主动引诱我，让我将你抱上床的吧。我还怕王爷你对我做什么呢？谁知道王爷你是不是觊觎我的美貌？风清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王爷，我本来就是个纨绔，如果此事传出去对我也没什么影响，但您要是被大家认为是断袖可就惨了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？哎呀，你一个堂堂大王爷怎么还跟我一个小人计较？这样吧，我刚刚摸了你的右胸，为了公平，我再给你的左胸按摩按摩。我的按摩技术可是进口的，保管让你春风陶醉，春意盎然，春色满园。你这个样子，不怕风将军看到，昨日定亲，今日竟然和一个男人躺一张床上，传出去。嘘，求你小声点儿。跟我回王府，给我治腿，我保证这件事绝不会传出去，否则。你竟然要挟我。成交。
人品不咋地，给我准备的房间还不错嘛，算他还有点良心。折腾了一天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腿有点痛，你给我整整。你干嘛？我冷。王爷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病情加重了？是吗？我又不是医生。你到底有没有听医嘱啊？柳行云这个庸医是怎么照顾你的？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？你怎么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？他好凶啊。你别生气，是我没有注意，贪了凉。我答应你，下次不会了。我是出现幻听了吗？绝对是幻听了吧？王爷怎么会如此温顺？这么楚楚可怜是闹哪样啊？什么企图？所以风清，以后还是你贴身照顾我比较好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王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对白啊？难道是霸总人设？风清，你答应了吗？我会努力的，不过前提是你要百分百听我的，如果你不配合，我再高的医术也没有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